大家早上好，我们是若夫妻房车记。大家没有看错，一来就做开箱。啊，这个是我的家人送给我的一个礼物啊，大疆的 Mark L2 最新的那代无人机，称之为性价比之王。因为看我们去到很多特别美的地方啊，却拍不出很好的视频。对，就是我的家人就送给了我一台大疆的无人机，特别特别的感谢。现在呢，我们做一个开箱，看一看这台 Mark L2 到底是长什么样子。特别的香，浪浪，你闻啥？我说的香和你所理解的香是不一样的，好吧？来，盒子里边直接就是一台 Mark L2 啊，无人机，然后它的这个镜头保护壳直接就装上去了，一体的。这边有避障的摄像头啊，这边两个，后面有一个。据说它的避障功能是啊，下面还有两个。据说它的避障功能是得到了提升的。这个就是新的遥控手柄了，也是全新的。摇杆，我还没飞过，零基础。里边是充电器，哦，我是说嘛，还有一颗安卓的线 ，Type C 的线啊，一个苹果的线，一个 Type C 的线，数据线，这是适配器，哦，还有一颗安卓，就是传统的那种接头的线，啊，有三颗线。这个应该是这个遥控器的充电线。这个是什么？哦，这是备用摇杆，就摇杆掉了啊，这边还有备用的。暴力才行啊！无人机的叶片，这边也是。1、2、3。哦。别的啥就没有了，别的东西就没有。
就这么多东西。这些东西先放一边，然后我来给无人机装一下叶片。研究明白了，它这个 A 叶片啊，上面是有一个记号 ，B 叶片上面是没有记号。你就记号对着记号的，然后它这个上边的电机马达这个地方也有记号，就是记号的对记号的，没有记号的对没有记号的。先这个样子放的。好，激活设备前呢，先把这个电池和我的遥控器都把电充满。充满了之后呢，然后我们去广场去激活这个无人机，然后再进行首次的试飞。在等充电的同时啊，先溜溜浪了。今天这个天气啊，好冷，感觉风还比较大。这个可能会对一会儿的这个首飞啊会产生影响。哇，这寒风吹的。那个电池还没有充满，所以说我就先去吃个东西。算是早餐和午餐的结合吧。现在11点了，早餐和午餐的结合。好，就他们家了，这是二分店。喂，开始营业没有？营业的啊。嗯，你好。哎，你好。不要啊，牛肉粉汤。哦，羊肉粉汤，羊肉粉汤，说错了啊。哇，热乎乎的，香喷喷的羊肉汤上来了。这个羊肉粉汤，我还是喜欢这样泡着吃。有点放不下了。哇，吸烟。嗯，就是那个味儿啊。分店和总店味道差不多。哇，这样的这么冷的天气喝个羊肉汤，哇，太爽了。太爽了，吃饱喝足，打完收工。来，现在拿着我的无人机去试飞去。吃饭回来又变成风和日丽了，太阳也出来了，风也变小了，太好了。我们去那个广场那边，前面有个大广场，去广场那边。好了，这四周应该没问题了。啊，先把这个四个支腿先打开。叶片打开，咦，怎么开始有风了？别开国际玩笑哦，这是我的首飞哦。然后要把这个镜头盖给取掉，
镜头盖子取掉。OK， 这样放。然后第二步就是把这个摇杆给装上。好了，准备工作完成，然后现在开始激活这个开机。这边也是轻按一下，然后再长按一下。 OK， 证明是开始有电了。然后对，手机还没架，说少了个啥，少的手机。然后现在弄好了，开始连接飞机。现在扫描飞机连接，哦，连接上了。 OK， 好，激活。重启，完成激活了，重启约30秒，等待一下。哇，这个就和玩游戏机是一个道理啊。OK， 成功激活了。无法起飞更新部件。哦，好了，现在部件更新成功。飞行前，请做好安全检查。做安全检查，机尾朝向，摘掉云台保护罩啊，开始实战。下一步检查飞机电源，飞机的电源满了，遥控器信号、GPS 等硬件状态。这边是飞行信息，速度还有高度。障碍确认，障碍小于6米。拍摄模式切换录像，一键短片连上。好，是拍照，现在开始。及上方文字检测这个高度，最大的高度，最远的距离无限远，返航高度30米。 OK， 最大高度120米。 OK， 启动外出遥感，学习如何起飞。这个长按起飞。哦，起飞了已经。返航点已刷新，请留意返航位置。自动遥感让飞机上升，请让飞机下降。让飞机下降。请让飞机左转。让飞机左转。好，左转。请让飞机左转。飞机右转。请让飞机前进。让飞机前进。请让飞机后退。请让飞机后退。请让飞机左移。让飞机左移。请让飞机右移。让飞机右移。OK 了。学习如何降落。学习如何降落。先返回里。降落了。
动降落，啊，用这个键就可以自动降落。OK。OK， 我现在开始录像，1080，60帧。OK， 好了，起飞。起飞，导航点已刷新，请留意返航位置。